妈，妈妈，奇怪，早饭在锅里。如果起晚了，就再热一热。妈妈有事先回家了，早班车就不用你送了。冰箱里新包了馄饨，是你最爱吃的虾皮馅儿，只包了两屉，包太多吃到后面就不新鲜了。给你炒了一罐辣酱，可是这的辣椒不如老家的呛。你没胃口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开开胃，别贪嘴啊。平时别老熬夜，多吃水果，少吃方便面，不健康的。昨天我去看了你的橱窗，妈妈这个人呢不是很懂得欣赏，只是觉得你做的橱窗很大也很漂亮，听说还拿了什么奖。妈妈在这恭喜你啊，但是不能骄傲，要继续加油。这座城市有很多的不好，空气差，上班挤，让人搞不清方向。你一个人这些年一定很辛苦吧，如果能够早两年过来看你，妈妈一定会带你走。可现在这座城市对你已经不一样了，这里有你喜欢的工作，你的朋友，你的梦想，最重要的是这里还有默默爱着你的人。帮我谢谢你楼下的小伙子，妈妈看得出来他是关心你的，这次来去匆忙也没烧什么东西，你回头煮馄饨的时候记得请人家尝尝。我在老家很自在，你用不着挂念我啊。对了，红翅坝的花开了，回去后我拍照给你啊。飞船绕着地球一圈一圈，全世界陪我失眠，等待之后又是等待下一个光年，引擎加速燃烧远离地面，绝望陪着我盘旋，闭上眼我得到些安全，我还是抓不住。一觉醒来，阳台上晾的衣服又有一件被吹掉，街道上赶路的人仍在拥挤吵闹，好像和之前某个普通的早晨没什么两样。可此刻的我坐在这里却像是一个刚被剥开的荷包蛋，心里流淌着的都是满满的幸福感。因为我终于明白，无论是每天唠叨个不停的妈妈，怼你到死的朋友，还是那只什么都学不会的宠物龙猫，其实都很努力的用自己的方式爱着你。大家好，我是许文周，在剧中呢我饰演池信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ol 中文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，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精彩。大家好，我是乔欣，在剧中饰演丁小柔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avan 中国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，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吧。此刻我才发现对你我没抵抗力，一起去篆刻美好的回忆，就像彩虹冰淇淋。